线人通报，在札兰布萨出现了口味独特的创意美食——鱿鱼末炒虾面。这就是位于 69SIOV 的虾面给你吃。哎呦，不要想歪啊！又明确的说，店里主打的便是炒虾面啦。会吸引我们拉队来到这里的原因，更是因为店里不同风味的炒虾面。先说一下经典的福建炒虾面，老板用的是面和幼米粉来提供不同层次的口感。虽然面条炒得比较湿，但是不会粘稠，而且也吸收了上汤的精华。搭配的更是肉质 Q 弹多汁的老虎虾，面条、五花肉和猪肉渣一起放进嘴里，口感十足，香味渗透满嘴。店里的辣椒更是辣得嘴巴发麻，吃得十分过瘾。特别推荐这道融合了意大利风味的鱿鱼末炒虾面，海鲜的半熟蛋为乌黑的面条增添色彩，末汁面条吃进嘴里更是满满的海鲜味，把蛋液和面条一起搅拌，面条变得更加顺滑可口。老板还特地撒上磨碎的咸蛋黄，让味道升华，真的服了老板的巧思创意。其他必试的菜肴也包括蒜炒喇喇、炭烤扇贝、酥脆蚵仔煎，还有奶油芦笋。店家的营业时间是傍晚5点到凌晨2点，听说尤其到了宵夜更是高朋满座，所以想要光顾虾面给你吃的朋友，记得早点到，独一无二，独家娱乐。